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俄罗斯莫斯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1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自由滑第一组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张悦和王磊，短节目之后排在了第13位。本赛季自由滑音乐来自于德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二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中国选手张悦和王磊，前一次呢是09年，当时是获得第16名。这次从他短节目和自由滑两套动作的表现来看，今年这次的世界锦标赛的名次会有比较明显的提高。刚才的这一套自由滑是这个赛季他们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很年轻，女伴今年是18岁，男伴今年是22岁。刚才这套动作从跳跃到抛跳到他们的碾转还有托举完成的都非常不错，稍微有一点瑕疵就是在萨霍夫三周抛跳的时候女伴洛宾手扶了一下冰面。担任这一次的双人自由滑的裁判组裁判9位裁判当中，富豪裁判是来自中国的王玉民。后外点臂三周结合外点臂两周的连跳，萨霍夫三周的单跳，托举，前两个托举都是用了第五组，托举是在5个组别当中最难的，其中呢阿克塞尔拉索位是这第五组当中最难的一种，他们用的两个，一个是点钉起跳，一个是拉索起跳。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后一个第二个托举第二个抛跳稍微有点手扶冰，这个只有1.1，但是最后落实到分上是0.几回扣。好，来看一下中国的张悦、王磊这一套自由滑的解说分。52.73，这是咱们这个赛季滑的最高的一次解说分。节目内容分是42.40，这样自由滑得分是95.13分，两套节目的总分是147.38。